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持戒精选集。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，基宾国三藏般若奉照义，境界波罗蜜多品。尔时佛薄伽梵于大众中作狮子吼，广说布施波罗蜜多已。时慈氏菩萨摩诃萨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大圣世尊，以说修大乘者，心大悲心，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以何方便而能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？何名境界？防何过失？云何护持而得清净？摄护境界，现在未来有何果报？云何守护？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唯愿世尊分别广说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尔时如来应供正遍知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赞慈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于无量百千亿劫奉持境界，普为利益安乐有情，问如是意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大乘者，若欲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，应当如是发广大心，普为怜悯一切众生。所谓不步地狱，不求升天，不为己身，自求解脱，护持境界。复作如是正念思维，我于习时已发誓愿，若见有情毁境界者，适当劝令坚持境界，以佛境界而为璎珞，庄严其身。若我不能护持戒者，云何以戒摄护有情？已是因缘劝令持戒，若不如是，云何能治一切有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所以者何？若诸凡夫自不清净，为毁戒者，虽说正法，劝他持戒，终不信从，反被轻呵。若欲教他护持境界，何不自护而毁犯也？以是思之，汝应持戒。汝若不持，汝口虽说，自耳不闻，如是种种被他击毁，何能劝人守护境界？以是当知，先自减身离诸放逸，坚持境界波罗蜜多，
然后为人说正法要，有情闻已，便能信受，即信受已，故持佛戒，具足清白，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次此事，若有众生发菩提心，普为一切五趣四身，乃至护持一境界者，亦得名为入佛境界波罗蜜多，能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此事，菩萨摩诃萨修大乘者，见诸有情堕于恶趣，应当修习境界波罗蜜多，八际令出，至于涅槃。然修行时有三大障：一者嗔恚，二者悭贪，三者染欲。其嗔恚者，能退悲心；大悲心者，一切菩提行之根本。以悲力故，于梦寐中不生杀想，况物物时断命食肉。其悭贪者，不能舍施，于己财物常生迁徙，于他财宝捧起贪求。是故菩萨摩诃萨见他财物如堵毒蛇，不生贪着。其染欲者，非清净行，应当远离五欲淤泥，染此贪欲诸苦根本，六波罗蜜之大障也，复能烧灭菩提之心。尔时薄伽梵而说颂言：女性妖媚幻惑人，如愿乍清不可净，贪欲迷荒坏清净，如水瀑流摧石壁。女人之性多缠取，如水随流性不定，横怀意志被其夫，智者地思应远离。譬如灵山白象王，彼有力能拔大树，即借母象新昏醉，引入陷阱被调伏。如露食草引清流，复能远至诸山谷。猎师能为诱鹿身，彼鹿寻身来救死。如鱼沉潜深隐处，游泳水中难可见。为求其实吞钩耳，贪欲丧身亦复然。譬如黑蜂贪其香，醉向乌流发香气，贪嗅此香即向身，向耳摇动扑皆死。如登无风烟炽燃，飞蛾未鸣尽头覆，游丝入火自焚烧，贪爱亡躯亦如是。五尘遍处众生身，一害人如毒药，受者如是地思维，众苦积聚非安乐。炎火炽燃犹可触，旋澜猛风或能系，嗔恚毒蛇一条伏，女人之心难可净。无热池中功德水，流入大海不堪饮，八味皆失同咸苦，清净女人善法尽。佛告此事，已是因缘，当知女人不应清净，乃至梦中不应思想，况觉悟时而行欲事。复次，菩萨摩诃萨离三障已，应当修习十种境界，云何为十？所谓身三境界、口四境界、意三境界，言身三者，离杀道淫。云何不杀？若见有情被损害时，应以悲心往救其命，或以资财赎令得脱。舍不免者，以身代之，何况自杀？不偷盗者，菩萨摩诃萨于他财物乃至梦中不生盗想，况于物物而起盗心。因于自财以清净心，无所吝惜，常行会施，亦劝他人离不逾矩，恒行布施波罗蜜多。离染欲者，菩萨摩诃萨应当远离五欲境界，亦为有情说欲过失，复令众生离欲邪行，赞说出家无量功德，令多众生舍家出家，拔济有情，
离贪爱欲，是则名为身三善也。眼口四者，为离虚狂、离奸、粗恶及无意语。云何虚狂？为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闻、觉、知等亦复如是。于此虚狂，皆舍离之，作真实语，名离妄语。复次，言离奸者，于彼说此，于此说彼，令生乖真。若能离此，常和合语，是则名为远离奸语。粗恶语者，为除恶言，令彼热恼，所不欲闻而令闻之。若能离此，常以软语，令彼是悦，是则名为离粗恶语言。无意语者，以染欲心，戏弄谈虐，乃至邪论，皆无意力。若能离此，为意有情，时欲时欲，是则名为离无意语。菩萨如是，若能离口四过，修习如来四种善语，常为有情说于妙语，令闻法者欢喜信受，如水清珠，能清浊水，闻法信受亦复如是。复次，此事亦不善业亦有三种，为贪、嗔、痴。离贪己者，见他尊贵，多饶财宝，起嫉妒心，因正思维，作如是念，愿一切有情得大富贵，无所乏少，是诸有情勤苦艰难，今乃获得。云何于彼生嫉妒心？我于己财皆因奉彼，况彼自获，我应随喜，云何乃反生嫉妒耶？已是因缘，于彼有情不应嫉妒，但生随喜。若能如是除贪己者，是名菩萨持心境界。复次，离嗔害者，若菩萨摩诃萨被诸有情、诸恶污谤无故打骂，断绝之劫，菩萨于彼离嗔害心，作是思维：我已发愿，于诸有情不起嗔害，云何今日乃发是心？又我习愿，常以法药捐除有情嗔害之病。若于众生起嗔害者，自己不能救，何能救彼一切有情？复次，若诸有情称菩萨时，身自克责，以我有过，福德显薄，令他声称：我若无过，彼必不称。复次，若菩萨摩诃萨见二有情互相嗔恨，结怨不舍，菩萨见已生悲悯心，此之有情不舍嗔恨，当堕地狱，火烧其身，受大苦恼，是我之救，因持法药了此嗔病。我习誓愿，愿与一切众生除嗔恚病，云何今日不为断除？此等众生常为秽魔之所执服，不自觉之，以大猛火之所焚烧，既被魔执摄持利刀来杀害我，我之魔鬼不应声称，当于世人生大悲悯。复次，离邪见者，一切众生皆有邪见，即为身后，菩萨大悲，以正见具作大照明，令见三宝，又于佛法众僧所有功德，深深信乐。一切外道、一切众魔作障碍者，不能破坏正见之心，于大乘行无能退屈。复次，此事菩萨摩诃萨行大乘者，欲令众生离不善行，
先当自身，远离十恶，修行十善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自行十善，所有言教人皆信受。若自不行而教人者，譬如有人为水漂溺，与岸上人，我能救汝，无有是处。造十恶者亦复如是，自被十恶瀑流所漂，与诸众生，我当度汝，亦无是处。菩萨如是于十善界具足修习，复教他人，如是辗转，名为修习境界波罗蜜多。时慈氏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有情除断十恶修十善者，当获何果？尔时佛薄伽梵赞慈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次第解说。此十善业一一皆感四种果报，云何为四？一、现在安乐；二、烦恼怨贼势力累烈；三、于当来世常得尊贵，无所乏少；四、精勤修习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。离沙四者，一者，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不起害心，能施无畏，亦不恐怖，以无不顾一切众生亲近供养，尊重赞叹。菩萨于彼生怜悯心，由慈心故，过去所有一切怨恨自然熏习。二者，嗔恚害心悉皆累烈，以慈甘露用涂其心，而能捐除嗔等热恼，睡眠安稳，恒无噩梦。以慈心故，要插诸鬼食血肉者，舍离害心及诸恶兽，常相守护。三者，于未来世获三种果：一者，寿命长远，常无终夭；二者，所生之处常无病苦；三者，大富饶财，恒得自在。四者，以不杀故得佛法分，于五趣中所生之处，于是自在，随意能住，乃至坐于菩提树下，诸魔鬼神不能为障，成等正觉，无量圣众之所围绕。此事此即离沙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不与取亦四果报。一者，于现身中得离贪疾，身心安乐；二者，以离贪疾一切众生之所信相，未计任用，不复疑惑，与诸有情而作福藏；三者，于未来世得大富饶，豪贵自在，所有珍财王贼水火无能侵夺；四者，能与勤切沙等一切诸佛主功德藏，所谓十八不共法等清净法财，二乘之人耳上不闻，何况得见？此事当知，此即名为离偷盗业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欲邪行以四种报。一者，于现身中一切人天之所称赞，亦无遗嘱人所敬重，远离恶名；二者，六根调善，令染欲火，势力为烈；三者，于未来世所生之处，父母宗亲妻子眷属，孝友尊顺，纯一无杂，离于女人所有过失，令诸众生无复爱染；四者，为离邪行而得马王阴藏之相，乃至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此事
当知此即名为离于邪行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虚狂语以四种报：一者，于现在世常行十语，离虚狂语，诸天连念，常共守护；二者，即无虚狂，一切众生信受其语。若说法时，人皆地受，无劳功力，自然信行。设复有人，自虽虚狂，增狂语人，见十余者，心亦欢喜，以自妄语，不信他实。若知真实，深深敬重，当知十语为大利益，断妄语者，一切恶业不复造作。何以故？以他问时，如实答故。若在闲静，不起妄念，何以故？若人问我，汝闲居时，生妄念否？若言无者，是虚狂语；若言有者，羞愧他人。以是因缘，能令妄心渐渐微薄。三者，所生之处，口中常出青莲花香、苏曼那香，一切有情之所爱敬。自十余者，不疑他人有虚狂语，亦令他人信己十语，能令众生永断以往。四者，所出言辞，人皆信受，能令众生闻法欢喜，乃至当得无上菩提。此事当知此即离虚狂语四种果报。复次，不离间语以四种报：一者，现在世中能令自他和合无争，所在安乐；二者，以和合故，众人爱敬，过去所有离间语罪悉得消灭，于三恶趣心无忧惧；三者，于未来世得五种果：一者，能获金刚不坏之身，世间刀杖无能损坏；二者，于所身处得善眷属，无诸乖真不相舍离；三者，于所身处设不遭遇善友之事未说法者，自然觉悟无二法门，于佛法僧深深信向，无有退转；四者，令诸有情一心一事欢喜相向，素能证得此三摩地；五者，而能劝发一切有情修习大乘，令不退转；四者，远离间语，常和合语，得善眷属，随顺调伏，乃至涅槃不相舍离。此事当知此即名为离两舍语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粗恶语以四种报：一者，现在世中离粗染垢，心常清净；若于沉静妄起贪欲，嗔恚风尘，及诸藏事，菩萨摩诃萨心大悲云，讲慈心语，灭妄贪欲，智慧风尘，令得清净。二者，软语之人，一切爱乐赞叹随顺，令粗恶者见令调伏，六根清净，三业无染。三者，以清净故，于当来世所生之处，永离三途，常生善处。四者，见次能得无上菩提，具梵音身，说法之时，随其类音各解其意，而生念言：今薄伽梵为我说法，不为于人，所说妙法皆弃我心，除我身心烦恼习气。此事当知此即名为离粗恶语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无益语以四种报：一者，现在世中至人赞叹，心无猝报而得安乐；二者，
所出言教，人皆信受，出而为薄。三者，于未来世所生之处，恒闻种种如意音声。四者，见次能得无上菩提，或无碍辩，摄彼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一切天、龙、人、非人等来意佛所，同于一时，各个别问自所一事。时薄伽梵于一刹那，以一言音，悉能酬对，皆弃本心，断除以往。此事当知，此即名为离无异语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贪极者亦四种报：一者，现在世中见他富贵，不生贪极，作是思维，彼人富贵皆素不生，以我贪极，岂能轻夺？已是因缘，应永断除千贪嫉妒，若不除断，常受贫穷，无复威力。已是义故，菩萨观之，除其贪极，于他富贵生随喜心，不舍毫厘，获大功德。二者，一切爱尽，身心安乐，无复忧恼，威德自在，能尽心中贪欲云逸，犹如夜月，众星围绕，贪极之心犹思微薄。三者，所生之处，常得端严，六根圆满，财宝丰足，众人爱敬，常行会施，无碍辩才，处众无畏。四者，乃至证得无上菩提，众圣围绕，功德最上，一切众生同受教命。此事当知，此即名为离贪极者四种果报。复次，离嗔恚者亦四种报：一者，于现在世六根聪利，仪容可观，人所倾覆，嗔恚之人犹如枯树，心中火燃，所有枝叶悉皆干净，众生一耳被嗔恚火熏洗五根，一向枯槁，人所恶见。二者，心无嗔恚，一切恼害、打骂、苛责，尽皆不起。譬如有人持迦卢罗咒，一切诸毒无能害之，以无恚怒，增长慈心，以慈真言，令三十六俱之天魔鬼神悉皆摧服，奉慈真言，无所损害。三者，于未来世以慈心梯上升梵天，一劫安乐，令诸众生断恶修善。四者，见次能得无上菩提，具足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炽然秉住无量功德，蕴集其身。此事当知，此即名为离嗔恚人四种果报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罗侯罗尊者，密行第一，境界威仪。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，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。小时候调皮，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，性格越发稳重沉静，修忍辱持境界。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，于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能了知奉行。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，
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持戒净。